国一名妇人露丝 Rathray 三日在一间超商买东西时，无意间听到隔壁正在结账的人似乎不足$5的现金，于是他从皮包里找到了零钱，并上前去帮这个人付钱。不过露丝没想到，这个人竟然是美国着名乡村歌手凯斯·本 Keith Leonardo。当奇斯艾本向他表明身份时，他还一度认为自己被骗了。根据外媒报道，露丝是一名学校的代课老师，他从3年前决定每周要在超市里帮助一个人，从那时起一直坚持到现在。他说他经常会帮助别人，不过并不想成为名人，只是因为帮助人的感觉让他感到很好，所以他也试着鼓励每个人都这样做。露丝在三日当天到了纽泽西一个展览馆前的超市买东西，意外听到隔壁结账柜台的男子现金不足，正在向身旁的人借钱。露丝没想那么多，从包包里找到$5后帮这名男子结账。显然露丝完完全全没有认出凯斯·本，只是将他当作一名需要帮助的人而已。事后凯斯·本向露丝表明自己的身份，竟还被反问，那你的妻子妮可·基德曼在哪里？一直到凯斯·本的保镖证明了他的身份后，露丝才真的相信他就是凯斯·本本人。